谢，拄只诶，登记吼，咱即马诶，咱过来诶，继续吼。啊，拄只咱讲啊，讲这个诶，请点这个月台第一月台上车，请伫第一月台上车。迄是台，迄台铁的广告。嘿，台铁啊，唔是请大，才对。请大第一月台上车，请第一月台上车，请点第一月台上车，即个煞变三个讲法，啊，即嘛三个讲法。不是，咱台语的表示吼，表示存在的动词有三个，一个是滴，伫遮的滴，吼，啊，一个是大遮的大，一个是点遮的点，啊，你是讲台语遐位去，即个用即句话用北京语翻译起来是在啊。你在哪里？哦，站在椅子上，哈、哦，在，啊，你在呢？北京一句尔，台语就三句，唔通吼？啊，是安怎台语来三句？嘿，问题就是讲台语有迄个 tense， 有这个时节关系，时间的关系，有时间的关系，台语的动词拢是属于这个或者完成型的，我拢是完成型的，所以这个 D 表示存在的动词，这动词原来是，原来是完成型的。我是完成型的，是讲我若伫遮，就是讲我已经伫遮，我才会使讲我伫遮。我若还无伫遮，明仔早才要伫遮的时阵，袂使讲我明仔早要伫遮。我明仔载等台北车头等你，而且点台北车头等你，袂使讲我明仔早伫台北车头等你。所以代替咧讲，都代替咧风扇讲。要去高雄的人客，请伫一号月台等车是唔对，吼，严格讲也是唔对，因为伊咧共款过的时阵吼，遐人都还无伫遐，啊，遐人若是遐，你才你讲个讲，啊，都若是遐，都唔免搁再放松啊，吼，都是还无伫遐，你才爱放松，啊，若还未伫遐的时阵，就袂使讲伫，就爱讲啊，车大。第一个台上车，还是讲车点第一个台上车？因为点甲低吼，诶，甲大点甲大，这两个吼，这两个无天数，这两个唔是完成的，这两个吼，就迄个 I N G 啦，吼，就是爱迄个进行，爱个，唔是 I N G， 这两个吼，这个大吼，大是表示一时的存在，低是。完成的存在，大是一时的存在。我在这一段一时的存在。啊，过来点，点是表示某一个空间内底的存在。咱约伫个高雄吼，我点高雄车头等你。啊，对，高雄车头内底等你，啊，那个有一个一定范围的存在，表示一定范围的存在。啊，我就拍电话讲，啊，吴老师，你进去啊！我即卖已经伫高雄火车头的大厅，高雄 D， 哈，对，你看我足聪明的，哦，都是有这个问题，啊，所以吼，迄个就我身边迄个查某老师问我讲啊，台语干嘛？讲袂清楚，台语干嘛有文化的对啦？因为你教英文的，英文有文化啦，台语干嘛文化啦？啊，我是咧讲，什么话嘛有？有语法啦，你若写作文咯，这文法，啊，若无写作文，就语法，讲话方法啦，绝对有嘛吼。台语有台语的讲话方法，不管吼啊，你是有人家写作一个文法啊无，就是有一种有迄个方法啦吼。啊，离开迄个方法，有时啊，咱咧讲母语的时候，咱就听有，咱是听有，咱听有啊，听有。譬如讲，哦，你来讲啊。老师叫我徛伫椅仔顶，那么听知影讲啊，老师叫伊徛在椅仔顶啦，咱听有。对对。但究竟这句话是，哦，伊台语的迄落语法的讲是吼，无正确，是无正确。啊，惊讲后边的人学煞变大字点三个拢难当做一会做安尼，一错再错啊，后边都下一个世纪人来讲安尼啊，人迄本来迄安尼才对的安尼，嘿。对啊。啊，所以吼。积飞成市的。所以人诶，日本话是真实咯。日本话有一个叫做动词五度变化吼，五度化用，五度化用诶变成吼，有对迄个天数，然后真好诶表达。啊，咱台语甲，甲迄是无，
干那台语同事单独的同事是无哦、嗯、啊，台语同事加加英文足像的，足像的，哦，啊，甲北京的是完全不同。北京吼，你明天在火车站啊、今天在火车站。昨天我在火车站，通通在了，都是在，都是在，嗯、可以，都是在，嗯、可以，也有一关问题。嗯嗯、要往南下的，请在第一月台等车。啊、嗯，对对对，都是在。啊、嗯，所以台语是有问题，台语是有问题。嗯嗯。啊，你台语做这台语天使，读书的天使吼，第，咱因为第一来讲，哦，现在型。嗯。现在，你现在。近、嗯。啊，譬如讲，现在都加。低嘛，低，好低，好、哦哦、啊，个咧现在是低，低是迄落作数咯，哈哈，我低低低加位，吼、哦，加动数，低加动数都是台语的表现现在型，台语的现在型，你讲低，吼、哦，低我低食饭，嗯，低食饭，嗯。在行路，我在行路，哦、嗯，我在读册，我在看电影，拢同时拢在，我在加同时就是台语现在型，哦、嗯，啊，问题是这个在台语吼，台语在已经转换去啊，嗯，到了吼，五音去变讲的。嗯，我咧食饭，我咧看电影，我咧行路，吼、喔，我咧坐车变咧去。啊，即摆问题是讲这个“地”甲“咧”咧，阮认为讲这个“地”是原形，地是原本来的形体，本来形式地。讲讲了了后，啊，变去的。地，因为你接你讲的时阵，地较歹讲，因为地对啊，地地这个。吹气来，佫出力。对，啊，勒了，我勒，啊，都勒了较轻，哎，勒较轻，较好讲，所以变做勒去。啊，后下都遐变动啊。有啊，语言就这款代志啊，语言有啊，吼，啊，勒这款代志，我北京嘛是有啊，北京迄个警察捉小偷，一边被抓，捉边抓。哎，到底是抓小？偷还是捉小偷？抓才对啊！抓跟抓，起码拢嘛无分啊，分袂清楚啊。对对对，啊，伊就安尼音都转去。抓到一个贼啦，咱台湾话就抓到一个贼啦，都应该是抓嘛，对不？抓嘛。应该是捉啦。抓啊！抓一个抓是白将嘛？啊。对啊，一个警察那个贼啦白将，哎，就抓小偷。啊是。捉了捉捉捉警察捉小偷，对对对对捉啊！咱哪讲咱台语就讲警察抓贼。无啦，迄是嘛？即摆你该袂使甲台语来比，台语还台语，就北京还北京。啊，北京就是捉一边抓，啊，所以边抓就写这里抓痒，这里抓啦。对啊对啊，台语嘛是讲啊。啊，不，这蜘蛛捉呢，这蜘蛛啊抓呢。啊，就捉拍工，啊，变抓抓好工。奈安呢？对啦，语言是会安尼发展，没有错啦。啊，台语嘛是话咧啊吼。啊，即话咧是讲几年前是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台语研讨会顶关吼，现场有主持方面有做一个调查啦。有做一个调查，讲话，看讲地的人较侪，啊，讲地的人较侪。人较侪。结果举手调查结果是差不多比这啦。现阶段啦，现阶段还未得啦。啊，我认为讲即款代志，今麦少年一直来吼，应该礼会较侪啦。嗯，礼会较侪，我咧，我礼会较少啦，礼爱更加费气。系啦，即卖有新的意思讲，啊，即个人就影实在有影，互人流鼻血啊。我哩嘞，对啊，一个嘞啊嘞啊，啊讲迄啰很突出的迄啰，很无下落即个话讲出来啊，我哩嘞。所以变这三型一个这个嘞的加 V 诶，这个形式啦，这形式造出来啦。嗯。低哈低低加 V 啦哈，低加 V 就是一个现代语的这个。天使的现在型，吼，啊，这个地变地就对啦，吼，地变那个变地，啊，过来吼，这个是不是台语有一个你讲
现在进行式啦，哦，英文的 ing 的模式就对啦，英文 ing 的模式就是咱变讲拄则咧讲的 D day 啦，哎 D day， D day 加 D day 加动词，加母吼，加动词，这就是台语的进行式的模式，譬如讲，我伊伫咧食饭，伊伫咧食饭的时，伊伫咧食饭的时。伫咧读册，伫咧创个，伫咧，吼，这就是台语的这个现在进行式的模式啦。伫咧，同款情形就是讲这个伫咧，吼，会变伫咧，变伫咧，变伫咧的后边这个咧变咧嘛，吼，变伫咧。伫咧食，我伫咧写文章啦，我伫咧看电视啦，嘿。诶，我伫咧，吼，我伫咧看电视，我咧看电视啦。等于，现在我咧看电视，甲我伫咧看电视。是共，到尾也是共款，共款的时阵就是讲，你甲当作讲头前迄个，我咧看电视，甲我咧伫咧看电视，是我咧看电视，是我伫咧看电视的感。干先平，好，简单明白啦。该升落去，反正该升落去啊，吼，赶快艺术啦，吼。啊，这个伫底吼，我伫底看电视，我伫底食饭针嘛，吼。较少年的我来该扎音起来，伊无讲我伫底食饭啊咯。我伫咧食饭。我伫咧食饭。我咧食饭。我伫咧食饭。我伫咧食饭。我伫咧食饭，吼！伊讲我伫咧食饭，伫咧，这咧就感性起来，伫咧，有，嘿，啊！这语言安尼会，迄落随着迄落社会，迄落嘿转化拢个。感性化，所以英文那个 I am 又是个 I am 安尼嚟吼 ，I 啊 ，I am 安尼嚟啦，嘛唔错嘞吼，也是不要紧，嘿，已经变讲我伫咧，吼，我伫咧。我伫咧创啊，伫咧创啊，即句咱家己规讲啊，即句可能就是新话啦，新话啦，新话，啊，但是这是即款发展是台语内底吼，也毋是歹啦，毋是歹。准讲你是文章的时阵，你写伫我伫咧食饭的时阵，你嘛会使甲读做我伫咧食饭。我咧食饭嘛是，我伫咧食饭吼。种的迄个讲法。现在最主要就是讲，若有人写咱台语的文学吼，写足济足普遍了，人伊呾读这个文章，读，后边讲话就是按照迄个文章的迄个转移安尼落去用啦。现在最主要就是无啦。现在过来，若台语内底即现代现在进行式哦，咱两个动作拢是同时在进行的时，别安怎讲？譬如讲，你拄坐伫车内，你看风景，拢坐车内嘛进行啊，你看风景嘛进行啊，你是安怎讲？你两句的时阵，我坐踮车内，伫向外口看风景。我坐咧车内，无进行式啊，坐店啊，坐踮车内无进行式啊。你坐车内嘛是进行的啊。就爱讲我坐咧车内，咧看风景。啊，对，两个咧连续啊。我坐咧车内咧看风景。啊，对，我坐咧车内咧看册。啊，对，啊，我坐咧教室内底咧读册。两个咧，好，连接起来，这台语非常方便嘞。两个，我坐咧车内咧看册啊，两个该合作起就对了，好。啊，过来，即摆来讲第三，台语的完成形，台语的完成形，台语完成形就是讲，譬如咱拄则有讲个啊，吼，讲即个动作都已经完成啊，老师叫我徛。坐椅仔顶，啊，我就爬起哩，徛伫椅仔顶啊。这个完成个吼，这是较简单。这咱讲吼，啊，就用这个滴吼，滴，就是完成个啊。
这个完成内底有一个吼，迄、那个完了型。嗯。完成是完成啊，我爬去完成啊。啊，你我爬去，你不讲你个爬去哩，啊，徛咧徛起啊，都完成啊。嗯。啊，那爬去徛咧，啊了，代志了啊，搁落来啊。啊！你讲的时阵，这时候就完了啊。嗯。已经，迄个动作已经收缩啊。嗯。哦，完了型的时阵。嗯。这完了型的台语啊。嗯。这完了型的台语吼。你安怎讲？哦。较问题啦。北京的是讲到一个热嘛。嗯。热啊。嗯，很热。去了。哎，去这一个热嘛哈。啊，去了。聊嘛，哎，聊嘿。做了。做了。做了。哦，什么什么乐了哈？北京的，我喝完乐。啊，我喝完了。北京诶，按照北京的家己的乐呢，嗯，你北京伊诶这个同事，嗯，伊是无天数的啦，哦，无时间的啦，嗯嗯嗯，无时间只有一个续续的啦哈，无时间所以加这个完了，这个完了哈，嗯，都热，好，就变工，哦。变讲迄落就对啦，变讲完了安尼。嗯。啊，台语的迄落同事，我讲台语的同事吼，我咧想个想无，我台语同事较安尼就是讲，啊，我发觉讲台语的同事本身就是完了型的。嗯。台语的同事本身伊有时间呢。嗯。有时间咧完了啊。嗯。伊完成啊，毋是完了。即句话讲了，就表达艺术环境的艺术表达出来。伊完成的。嗯。伊的动作伊完成的。嗯。已经完成诶，嗯、啊！这完成诶，所以伊完成诶，伊若完了诶时阵，免怎讲，免怎讲，吼、哦，咱在吼，诶，即马吼两款方法啦吼，哦，比如讲，嗯，你像你讲吼，饭食完啦，嗯，啊，饭食完了就了啊，吼、哦，饭食完啦，嗯，再不即马就讲，唔是咧讲迄，咱是咧讲，讲譬如讲吼，嗯，诶。啊！咱看电视顶话啦吼，常常李波走出来吼，台语的李波走出来讲，咱行政院开了一个会，会议，好、嗯哦，昨天行政院开了一个会，好、嗯，啊、哦，咱台语讲，咱行政院开了一个会。安尼就变中国话拗过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张行政院开会嘛，唔免讲开了一个会嘛。张行政院开会，张行政院开会，啊，无啥对哦。张行政院开一个会，开一个会，哦。张就是昨天嘛，张行政院开一个会。安尼嘛无完整啊！对，张行政院为着倒一个，卖讲个目的，卖讲目的啊！这里用英文甲思考，嗯，英文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嗯，哦，完吼 PP 啊，嗯，完了型的时阵，伊个啥？伊加 have 对，加 have 啊，嗯。over， 个 hub， 哦，英文是个 hub 的 hub 嘛，嗯，哦 ，hub 的等于是有吧，嗯，咱行政院有开一个会，有啊，嗯，街路边盖了好多房子，啊，怎个？路边起真济厝，爱讲有啊，啊，路边有。起真侪厝，对，有起真侪厝，啊，对了，有起啦，有加动词了，对啦。哦哦，有起真侪，这台语吼，嗯，这是甲英文的讲法是完全同款啦。好，甲英文的讲法完全同款。嗯嗯。啊，所以这句话台语做台语的人哦，真侪袂记哩讲台语的这动词是已经完成啊，吼。嗯。啊，常常对英文个加一句了。吼、哦，啊，街仔路边盖了吼，哦、起了真侪厝，应该说起了真侪厝啊。嗯嗯。吼、哦，啊，都。哎。嘿，有个天青头啊，有个是画蛇添足了。对，安尼是唔对，咱台语为了了吼，起了这了，诶，这个
用法啦吼。但是你料这个同事的这個用法啦，有两款。这个当然是个了钱的料了吼。了钱的料赔钱啦吼，了钱的料。啊，过来是个料，就是表示前因后果的，这才讲。就食也是讲哦。食料。会安怎会落屎？对，食了会腹肚疼，食了腹肚疼，食了会好食，吼，是用于安尼，但伊个料是用于前因后果迄个结束的，哦，是安尼袂用咧用来做去表现迄个这个过去原料，啊，过去原料一个日本，譬如讲啊，人吼某人哈，某人人伊有去美国留学回来啊，啊，袂使讲讲啊！他美国留学回来，讲伊美国留学回来，伊美国留学回来，安尼无啥环境，啊，讲伊有去美国留学回来。啊，毋过咱普通嘛安尼讲啊，伊有去美国留学回来。哦，对，你普通都安尼讲啊。啊，无因遐拢安怎讲？毋是啊，你讲伊美国留学回来。安尼，伊美国留学回来是你现人直接咧讲诶。哈，伊有某咪人，伊有去美国留学回来。对啊，啊，加那个有啊，哦，即去美国留学回来就是已经完成了，即完成型。啊，伊有去。哎，伊有去啊，哦，对，但伊个过去话了型是爱较注意个所在啦。啊，不过你若无讲破，咱有时啊，伊讲唔知对啊，唔对，拢安尼一路安尼下下叫伊。无，咱直接讲就对啊，讲对啊，基本讲唔对的人较少啊，讲唔对的人是要不跟伊拖去啊。哦，好好。要不跟伊拖去，唔只系讲温州人讲啊，在你有去有开了一个会，开了一个会，开了一个会。所以讲有时啊，我咧想讲，即马电视台讲啊，人讲诶，好不容易。好不容易有这个台语的新闻，也是台语的节目，啊，恁都唔通遐尼啊翘起，遐尼啊讲找毛病啦。足侪人拢安尼讲，啊，但伊家己讲的话都唔对去啊。无法度啊，啊，就倒倒来啦，无法度。啊，毋过迄讲迄款的话，人咧拢，迄拢有迄落台语的新闻的人咧讲的呢。啊，会当上台较要紧啦，啊。唔对哦，迄搭来讲啦，会当上台较要紧啦，安尼。本来，而且就伊讲北京伊吼，伊为头壳来用北京伊去甲思考，去甲思考伊话啦。啊，你都你讲你台语，你都你甲讲台语就好啊，什么都免想啊。啊，讲唔对袂要紧，讲台语就对啊。啊，讲北京伊来讲对，来装作台语嘛唔对啊。哦，啊，过来第六项就是讲，有一个台语，有一个未来式。未来式。哦，有些未来式，一未来式就是讲对动词，譬如讲食饭啦、去啦、什么啦吼，诶，未来，吼，诶，未来表现吼。啊，再提一个吼，有一个电视啦，有一个电视节目吼，有咧做一个短短即个、即个、即个、即个话剧啦吼，即个话剧啊吼。诶，一个囡仔，甲阿公讲，阿公，我要去山顶。阿公，我要去山顶。阿公甲讲好，哦，就较细腻咧。好，就较细腻咧。阿公，我要去山顶，你有啥物意见？阿公，我要来去山顶。好，你就较细腻。你讲加讲一句啊。你甲讲阿公，我要来去山顶，你讲加一句来啊。来，吼！啊，人伊讲阿公，我要去山顶。哎，这有个哪里不对了？阿公，我要来去山顶，你是安尼讲？系啊。啊，伊这个囡仔唔是啊，这个囡仔讲阿公，我要去山顶啊。阿公，我要去山顶。嘿，我唔对去。好，一只，你甲想。去。去吼。去是动词嘛吼？啊，台语动词，咱讲叫做完成式的。咱讲台语动词是有完成的性质嘛，吼，有完成的性质，完成型的性质。啊，若安尼，即个囡仔讲阿公，我去山顶，伫伊已经去啊嘛。对啊。已经去啊嘛。系啊。啊，去啊！阿公。那都唔免讲细字啊，应该讲我要来去山顶，所以阿公唔得讲爱较细字的，就是伊无，伊还佫无去嘛。
啊，咱即马咧讲，爱叫人细字。咱即马直接咧讲咧是咧讲气这句啊，吼，气这句动词，本来是完成型的。啊，你讲，哎，囡仔讲，阿公，我去山顶，就是讲我去，阿公，我去山顶看到一只狗，啊，你唔得掉。嗯，他已经去了。嗯，啊，看到一个猴子哦，一只猴子，啊，你这会使表现，会使讲我去山顶，安怎？已经去了。啊，古会啊，迄句就讲，就较细字的，啊，已经去回来，已经看到，就唔免烦恼讲较细字的啊。诶，意思。啊，就人好好回来啊。意思就是，这个囡仔都还未去，吼。系啊。还未去，就是囡仔讲这句是唔对啦。嗯。啊，就是这囡仔讲这句唔对。阿公，我要来去山顶。啊，对对。啊，阿公就讲好啊。你就较细致咧，爱讲我要来啦吼。哎、欸，我要来去山顶，去免讲也不要紧，我要来山顶嘛，会使啦。啊，即咱即路讲起来，这个来是一个叫做有限制型的动词嘛，限制现在第一人称即时的行动，会使会使讲来。嗯嗯。所以，伊应该讲来，我要来山顶，还是讲我要来去山顶？所以你讲讲，我要来去山顶。嗯。安尼就对啦。嗯嗯。差一撮尔。太算了，大家应该。啊，都一顿擦高笑去啊！啊，可能因这个，咱就卖讲迄偏激的人偏安尼啦吼。啊，可能咧写迄个人，写剧本的人，伊原来家己唔知啦。对啦。啊，迄指导挂名底下做指导，迄个台语指导的人吼，迄个老师拍卡吹啦，对不？对。伊嘛搞不懂啊，嘛搞不懂文化。对。这是唔对，莫讲真，讲啊真严重诶，本来遐边就是讲咱台语一般诶讲法，都无安尼讲啦，对啊，都无安尼讲。若讲啊讲我去山顶，就是讲我去山顶安怎？吼，啊讲我去山顶挽一朵花转来，啊对对对，哦啊讲讲哦乖孙诶，对对对对，嗯，毋是讲啊讲我去山顶好，啊你都爱较细字，这个就有毛病嘛，吼。有毛病嘛？哦，啊，过来，就是讲吼，啊，譬如讲我们在台北，吼，我们在台北。对啊，顶届咱都有讲过，讲来去分袂清。对啊，我们在台北，吼，啊，讲，问人讲你要去倒位吼？哎，你要去倒位？啊，你北街就讲你去哪里啊？嗯，啊，你可以啊。北京讲你去哪里啊？嘛莫名其妙嘞。北京讲你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？就是讲你是即马要去倒位，还是你去倒位回来啊？嗯。哦。嗯。你要去哪里？你去哪里啊？应该嘛是。你去哪里？那表示说哦，我刚回来。啊，你去搁倒等啊？你是去倒位啊？你去哪里？迄甲台语嘛是有同款，小可啊同款的是。嗯嗯嗯嗯。啊，所以。咱台语的这个合作讲啥？咱直接来讲这个叫做未来性，哈，哦，未来性，未来性。所以未来性的时阵就是讲，哦，迄个动词，嗯，加头前加买嘛，加要嘛，哦，加买，嗯，啊是讲啊一头一个类是用汉字动词，嗯，哦，汉字动词，袂用去单独干来用一句动词来表达未来，还是表。因为台语会记哩讲，台语动词有完成型的性格，有完成型的性格。好啊，但袂讲来去分袂清安尼啦吼。系啊，啊，咱今仔日足感谢老师吼，啊，足辛苦的吼。啊，咱啊，着做一个迄啰啊阶段的迄啰结束啊，咱后礼拜再搁同款拜五嘛吼。嘿。